第二关过了啦哈，这个赔的，这个会不会是？我看到一个而已哈。那个57岁的本来上个礼拜要来做，已经做了准备内膜，准备他还有3个胚胎嘛。结果他看你成功，他也要跟着成功。结果他2个礼拜以后打电话说，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一直劝他不要做。我劝他不要，那么大年纪了，那你是国不离沙中。对对。嘿，对了，所以你有你的国中，61岁，你生这个时候应该是62岁了呢。目前我查106人只有一个61岁，所以你现在是目前国内的记录。不过要这种试管婴儿一定要生下来才算数了。对，就我 take home baby 就是要把小孩子抱回去才算数，在此之前都有变数啊。好，好，恭喜。好，谢谢。第一胞胎，好，下个礼拜过第3关哦。